是青年演员梁碧莹。我从8岁开始练习武术，曾代表国家获得2019年世界武术锦标赛女子泰拳冠军和2016年世界武术青少年锦标赛女子泰拳冠军等多个世界冠军、全国冠军。那么在训练之余呢，我的生活也是非常丰富多彩的。我喜欢参加一些有挑战性的活动，夏天潜水，冬天滑雪，有海的时候冲浪，没有海的时候露冲。那么偶尔在家会给自己做做美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多元化的我。